大家好，我是 Misaki 啊，今天是想跟大家讲我18岁生日礼物。噔噔 ，LV 的袋啊！我依家咧系素颜紧啦，系啦，即系除净系搽咗唇膏啦，所以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啦，系咯，即系有少少啫，少少样衰，系啦，少少啫，少少啫。好啦，我依家咧就嚟同大家开箱我嘅袋，总之系人生中第一个咁贵嘅袋啦，系18岁嘅生日礼物 ，yes， 系咁嘅。呢个袋咧系香港得三个咯，即系个 LV 个店员姐姐同我讲咧，呢个袋咧香港得三个咯，系新出嘅款嚟嘅，依家就一齐拆开佢。呢個盒仔嚟啦嚟啦，咁樣噶啦，有個襯袋，開始，噠噠，嚟啦嚟啦，出嚟啦！耶，系咁噶个袋，耶！死啦！突然之间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添。呢个袋咧系个店员姐姐同我讲咧，系呢个系真皮嚟嘅。跟住之后咧，同埋我觉得咧，其实佢容量都好大咯。即系我想讲咧，如果识我嘅人咧，就会知道我平时用嘅袋咧系咁细个噶啦。然后咧，依家买咗个咁大个噶咯。個 size 個 size 大咗勁多咯，我覺得都幾靚咯，真心幾靚咯，我覺得我咩都適合咯，可能有啲人覺得可能唔襯我啦，但係我自己幾中意咯，最緊要係我自己中意啊嘛，係咪先？呢個袋咧22,500蚊，係22,500蚊哦。我覺得好貴，我覺得好貴。我想講咧，佢係真係，我覺得點睇都唔會厭嘅咯，即係好普通、好基本咁樣嘅款咯。跟住之後咧，佢咧個袋咧係有呢度有一格啦，呢度有一格，哦，放咗個呢個。跟住之後呢度有一格大格嘅啦，跟住之後呢度有一格細格嘅啦，然後後面咧都仲有一格。後面呢度仲有一格，佢咧有三個孭法，係咯，一個咁樣孭啦，咁樣孭，咁樣孭，寫得好似我著呢件衫好似好肉酸咁添。我換件衫先，耶！我著多咗件衫翻嚟，著咗條吊帶裙咁樣嘅背帶裙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咁樣孭啦，咁樣孭，跟住之後可以咁樣斜孭。咁樣斜咩？哇，其實咁樣斜咩幾好睇喎 ！Oh my god， 原來 ，Oh my god， 跟住之後可以咁樣咩？咁樣咩都好靚咯 ！Oh my god， 佢仲要咧個即係個長度咧，條帶個長度咧，我覺得都幾啱我咯，唔會話長得滯或者短得滯咁樣咯，係啦，所以都 OK 啊，同埋我好真係好中意咁樣咩咯 ！Oh my god， 我覺得咁樣咩好靚咯～一支棒，我上一條片咧，咪話想要呢個袋嘅，但係咧嗰個袋咧要三個月之前訂咯，所以唔知啊。然後咧你都知噶啦，女仔咧即係有啲師奶心態定唔知點啦。個 sales 咁樣同你講，香港得三個喎，其實咧我係未到。即係未到我生日噶咯，我諗媽咪應該當咗呢個係我嘅生日禮物噶啦，因為我覺得佢應該唔會再送我其他嘢噶啦。獲得袋袋一個，女仔記住中意就去買啦，將錢變做你喜歡嘅形狀，耶、yeah! ！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啦，我哋拜拜。